我们过去两岸的和谐很不容易建造，那今天美国巴不得你来当我的马天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你今天看到民进党，他其实两岸现在完全走不通。那田宏茂当哦海基会董事长，从来没有干过一件事情，他在哦海基会干了快八个月哦，他只做一件事情，把他的亲戚找来海基会当主任秘书，领高薪，真的是啊。那海基会完全没有事，现在中华民国最闲的两个单位就是他跟陆委会啊，每天没事情。陆委会的张小燕在干嘛？他每天在看传真机有没有东西传来啊？没有，他就传个东西说，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样？真的就是每天这样，要不然就看手机上有没有简讯，人家没有人理他。那你今天就讲一个漂亮的话，哎呀，我希望你到金门来，我们金门那么带赛啊，让你来啊。你田宏茂不要把金门哦，把它当一个。哦，一个嘴巴，我们金门话叫做“无话讲假路”，就你没有话找话讲，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你。那我今天看到了很悲哀哦，就是一堆人，每个人都在刷存在感，表示说：“哎，我有跟对方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做事了没有？”其实那种事情对整个国家完全没有帮助。